你听不到吗？妈妈 ，Good morning, Ole. I love you, 妈妈。Good morning, Ole. I love you, 妈妈。I love you, 妈。就这个、哦。Good morning, Ole. I love you, 妈妈。啊，这个时候已经跟伟峰交往了、哦，而且还不过是还没公开啦，然后来还是公开的、啊。这个一阵子啊，这个一阵子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影片搜索一下都知道啊，爱老虎油你们不知道、哦？爱老虎油八卦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那个卦、哦、啊？我以为你们知道啊，个人讲出来了。你们不知道啊？我记得 PPT 有啊。是啊，我要戴起我的狗仔帽。狗仔帽。啊，我要开始工商时间了，快要十一点半了。然后想看的就看，不想看的可以不要看。对啊，这 PPT 我记得有报过啊。你们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记得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啦，不要吓我啦，我怕怕的。好，我们十一点半了，我们开始进入工商时间了。我们先要介绍游戏是这款《星海战记》哦。昨天有稍微试玩一下，昨天有跟到台的应该都知道啊。这款游戏还行啊，还行啊，我们继续玩吧。我最近好像是要升级等，升六等一直升不上去，可是后来我关台的时候又玩了一下，把它升到七等。七等的时候好像可以，不可能爆挂爆到我身上啊，基本上爆挂不可能爆到我身上，因为没朋友啊。这五分跟的热封锁，这我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玩吧。八等。我昨天八人之后，他就叫我去打什么新什么东西？现在开始防御了是不是？昨天好像还没有防御这个耶，防守考验。你可以别戴帽子吗？没办法，要戴帽子啦。哎、欸，我正觉得戴帽子很像狗仔队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失败了？刚是跑出失败，哦，不是防守失败了吗？为什么？失败啊！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吗？哎、欸，这游戏声音有点小声啊，能不能调大一点？我看能不能调大一点。哎呀，有感觉，有感觉了。啊，教练今天怎么要开视讯？视讯炒粉没有啊？工商服务时间啊，我们就介绍这款叫做《星海》的游戏，《星海战记》。好。OK， 我们现在，他这游戏有那个 VIP 耶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竞技场排名，你在竞技场的表现有目共睹。哎呦，我现在已经有目共睹这么猛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么强哦！哎呦，我这么强哦！哇，麦克风杂音没有吧？有时候会有而已的、啊，本来就没有了。自然会炒粉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之前观台的时候有玩那个、欸，什么什么免费扫荡卷啊 ，VIP 等级越高可以领取的数量越多。可是为什么我可以一直领？难道我已经 VIP 了吗？啊，扫荡可以干嘛？可以扫荡吗？扫荡？哎、欸，有扫荡哎，扫荡十次。登录十次了吗？哎呦！我有一堆扫荡卷，一堆扫荡卷。日常任务。哎，九等哎，练好快哦，扫荡练超快的，那可以飙等级。也可以拿到自己要的装备。
为什么都不能？他这个一件装备好像有 bug， 这游戏不知道要不要跟厂商讲一下，他有个 bug， 他那个一件装备按下去会断线啊，而且他只能三台机，有没有人玩过这个游戏啊？他有三台机甲，就是他出去打的时候只能有三台机甲，可是我不知道要哪一台，还有什么毒蝎啊、猎犬啊、暴君，我觉得暴君一定要放啊，可是其他就不知道了。毒蝎感觉不错哦，感觉就是毒蝎要放，猎犬要放，暴君要放，流浪者感觉不用放，流浪者应该不用放，流浪者不用去理他，有点难欸，这游戏不知道哪个东西出去打比较好一点，莫龙玩过。啊，观众，如果你有玩的，可以跟我讲，你在聊天室打你的名字啊，我可以寄给你东西啊。我们在那个第二四武器，那个新四武器绿绿的那个流浪者好像不用。任务，我今天就跟昨天一样跑任务就好了。可以开打吗？对，哇，这些真的还不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是我刚是输了吗？我防守失败，我一个防守失败怎么办？哎，他强迫我装装备，不装的话，那个红红的，我强迫症还蛮给小的。你还是摇完的，可以跟我讲你的 ID。哎，这扫荡就好啦，扫荡还蛮轻松的。后面有问题不要给我，哎，你们烦你。啊，按错了，靠杯。哎呦，然后他昨天多了这个啦，这个叫争霸。他昨天多了这个，我看不太懂是什么东西。竞技场，你觉得我打得赢他们吗？我应该打得赢吧。我觉得我看起来蛮强的，我打一个最弱的好了，排名6141的好了，走吧。他怎么只有一只啊？好废啊！哎，屌虐！我一个屌虐他，哎，我一个屌虐他，哎，好废哦他！先打先打先枪再说。啊、好废哦，那么多一只。看一下啊。女方画面，假装第三人，没有啊？刚特哥都自己开台承认的，那代表那件事情是真的啦，已经没有抹黑的事实了。都承认了还要护航？好啦，先破任务吧，我们先破这游戏任务吧。是哪一个不用放？我刚才有看，我记得猎犬好像不用放。暴君跟这个放，刚看好像是这样。好，然后速度，我还发现它可以加速，还蛮方便的，比较不会那么的拖时间。欸，可是加速后，我发现那毒蝎好软哦。那个毒蝎有个致命缺点，就太软了。那个毒蝎每次都死最快的，它是每次都死超快的。我们应该来破任务吧，今天应该可以破蛮多任务的，可以冲一下等级。好像要练到16等才可以有那个什么星战模式，可是我刚刚看排名，全游戏只有一个人16等欸，感觉是不好练啊。能不能创工会啊？我看他们说可以创工会，可是我还没研究完。我觉得调自动战斗好像比较强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可是怎么可能？这游戏刚开就人16等的，有点扯。这个联盟要选哪个？你们觉得比较好？自由
秩序荣耀一定是自由啊，我就坏坏那个、啊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工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创建联盟吧。1111，我玩鼓好了，听起来就很猛。哦、还有一个盟主赖，谁要留赖给你啊？神经病！等级限制5等就好了，哎，1等就好了。类型任何人，联盟公告先不要设定啊。创建成员丑陋的花痴丸，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名字感觉当时不应该这样取的。然后呢，要怎么？哎、欸，还要捐资源哦。哇哇，这个难念，这个很难念。哎、欸，我个副本哎、欸，母巢之战在干嘛呢？科技点，好、哦，创建玩玩国了啊！观众要玩的可以来申请加入，我终于创建好自己的玩玩国了。管理联盟，然后申请人申请时间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啊，没办法看伺服器耶、欸！我在那个就是那个最少人的伺服器啊，对，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少人伺服器，所以才那样，才只有一个16人。那我昨天乱取名字啊，我昨天就让那个骰子骰名字，谁知道第一骰就丑陋的什么东西，就把它改成花之丸。伺服器就是那个最少利率的那个，哦，重开就知道了，重开你们看，嗯。我没有，那是什么魅影什么的，有个什么魅影的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这个名字。观众玩的这个魅，哎、欸，机甲魅影啊，一起来机甲魅影，然后可以跟我拿序号，还有厂商给我序号啊，你们要玩的可以来跟我拿。你们就用退群，然后密语给我，我就传给你。金色道歉影片应该被备份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被备份了。我没有资源的、欸，我记得他可以买资源，我昨天有看到，好像可以在哪里买资源，我找一下、嗯。昨天不知道按什么，有那个资源跑出来。在哪里啊？那个资源在哪里？我记得昨天看到什么购买资源的、啊。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密语退去的密语你们不会吗？就是这个，然后，哎，怎么密语啊？哈哈，我也忘记什么指令，一撇什么、啊、是 M 吗？一撇 M 吗？然后打名字吧，聊天室。我记得我昨天有研究成功怎么买东西啊。我们可以去一个地方买那个钱。科技吗？不是啊。啊，斜线 W， 对对对，斜线 W， 斜线 W。玩家等级到十级才可以进化。我现在应该要继续破任务就对了。好，先破任务吧。感觉这条自动战斗比较好，虽然有点那个。你们先加入这个游戏的，就是先加入工会啊，加入工会的之后再用那个退取，私我密我的密你的游戏 ID 给我看啊，那我确认完之后再传给你啊，不然你们这样骗，搞不好全部需要都被你们拿光光，你们没有人在玩啊。自办行正在征 TFA 新成员，昨天正式宣告，阻碍你的。青蛙被踢了，要不要报名考卡位？好啊，我报名卡位。谁要帮我跟同城讲？知道一个职业队叫做 Team Carry Only 吗？有啊，我昨天有看到，可是我对那个没兴趣。还是香港队伍。应该要解日常任务练等吧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提议了？这个游戏难道提这种东西？没关系，
没关系。可是我体力担当，那怎么喝？在仓库吗？我体力怎么没了呢？体力只能购买吗？没关系，我买了。要工伤多久？到十二点。哦，是少量还没体力的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橘子熊终于确定了成天志，那没救了。拿到退去 T 恤了没？还没。他，我开赖给你们看啊，绝对不取消。他在退取在九月17号的时候告诉我说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寄给你灰色的，跟你一样 size 的给你哦。现在都还没消息啊，我也懒得跟他们拿了。嗯，我、哦、手好痛哦，那就说完了。橘子熊吧，怎么跟是 FW？ 我今天就负责工商这款游戏的日常任务吧。好，要加工会的可以来加，叫做玩玩国，玩玩国可以申请加入。我上次拿到的是那个 L 号跟 M 号的，然后他寄给我一件很大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他们说那个尺寸太大可以更换嘛，然后他说可以更换啊，然后说如果货来了要寄给我，九月十七号的事情啊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寄过来 ，maybe 是忘记的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忘记了，上次也是忘记了，所以我觉得没差啦，其实衣服也没什么。我也懒得再去追究了。等一下说我黑他们，懒得说了。开放双白是有报告白金吗？有啊，有报告白金。但是可以破多少次啊？在战斗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体力剩多少。这游戏有跟暴雪合作吗？这我不清楚了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所谓的合作关系。体力好多哦，感觉要扫荡才花得完。版本检查中，等一下就好了吧。小林事件 Win 是几个实况的，每天都在酸各种讨论，啊，没办法啊，就刚好是熟人啊，不好意思酸啊。他们跟小林本来就不熟，就没什么差。我总觉得我打不太赢啊，我想你打不赢的、欸。真久开始打不赢了，来这关打完，我去加一下装备啊。打过职业都还蛮双面的、啊，你们都知道哪件事情对自己比较有利。谁会没事去黑丁特啊？人家这么当红炸子鸡，你去黑他，你哪搞得赢他？虽然他没有跟你作对，他的粉丝想跟你作对啊，谁敢跟他跑啊？嗯，破完了。
哎、欸，我要过那个精英关卡，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被那个精英关卡屌打，我今天要屌打那个精英关卡，妈的，我昨天真的是被这个屌打。哎、欸、呀，不能自动战斗哎、欸。小云只是感情，丁特闹出人命，真的啊，人命太夸张了、哦。好痛哦，流浪者好痛、哦欸！我一台机甲被弄爆了。哎、欸，流浪者一、流浪者二有差吗？不一样。流浪者一，流浪者二。对。好笑。感觉还是要扫荡比较好练的人，不扫荡练不太起来。扫荡经验喷超快的，都两颗星星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扫荡哦。可是那扫荡就好多用不完哦，升等了，麻烦吗？扫荡练超快的、欸，要用扫荡练。我都直接用钱砸那个等级。我记得我昨天有看到可以买资源的地方，你今天没看到了？十二级。我昨天我在一个地方看到可以。可以进化的东西啊，你找不到了。在哪里买资源啊？我之前有看到。世界聊天、阵营聊天、联盟聊天，没有人申请啊，好可怜的玩玩国啊。你可以合成的。机甲二十级，好多装备要穿哦，越来越麻烦了。嗯，无装备什么意思？掉落途径。啊，最高包可以加级。我其实电脑坐久腰会酸的，我本来觉得我会酸，跳下去一点好了，终于知道胖的感觉了。嘿咻，手游风格好像差不多了。奇怪，昨天是在哪里看到的？有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啊！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我昨天真的有看到、啊，科技任务、日常任务、联盟也不是啊。也不是啊，也不是啊。都不是啊，那昨天是怎么？啊，有了，找到了，哦，这边，免费三次，每天有三次，可以用钱买，哟，买了好多，
还有那个哎、欸，还有那个活动哎、欸，我上次看到那个，昨天看到这个，这个我们要来抽吗？这可以抽什么东西？免费抽一次，这什么东西？抽一抽280点哎、欸。还是我应该要抽，还是我要开商城这个、啊？哪个比较好啊？这个神秘宝箱比较好，还是要那个呢？嗯，高几率获得稀有英雄，高级蓝图二星以上机甲，宝箱好还是活动好呢？这个活动感觉很神啊！好，抽一次看看。高级邪恶蓝图碎片，感觉没抽到什么东西，都是蓝图而已，没办法一口气抽到我要的装备。哟，有奖励耶！抽东西就有奖励。那个是游戏下载的，对啊。脸好暗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戴帽子的关系吧，因为那个视讯会自动补那个色差，然后戴帽子就变得比较黑一点。应该破得了关的吧？哎、欸，叫我用钻石买体力耶、欸，可是我买得好开心。这关包能不能破？这些是清流啊，不过每个人都要黑他。好像打不赢欸。赢了。第三关。应该说这也没本事风流吧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他就是比较清流的一个人，只是实力没那么优，然后嘴巴也没那么厉害，所以一堆人想黑他。我要十六等好难哦，怎么有人可以十六等那么快啊？十六等超难的耶。好像十六人才开什么叫星战的东西吧？加农炮，慢慢存装备。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机甲比较强呢？私给你 ID 了，我怎么没看到？不是私讯呢，是你直接一撇 W 密我呢？先驱者。先加联盟，再私给我 ID 就好了。不过我没有看到你申请了，先申请团再说。联盟的自由，然后玩玩国。闪电男只要动漫就够了，太酷了吧！我要去第二张刷关卡赚钱。
我看着实况组一个一个黑掉了，那、啊、你尽量看我啊，我是不可能会黑的，因为我已经黑到不见底了。十二级机脚，邱维去 H 哥什么看法？还不错啊，增强不少战力。不管是现实方面还是游戏方面，都增加了不少战力啊。哦，我战就130嘞，我丑陋的花之丸进榜了，第八名嘞。可是我拿不到第一名的，你现在黑到看不到脸了，真的、啊、看不到了。你看看私讯就知道啦，黑到不行啊。真的黑到不行了，啊，快十二点了，今天好像做不到什么事情，体力都一直用完。哎，可以收成。那我先见到这个好了，我用钻石硬砸。然后钱硬砸，哎，把那个游戏时间拖快一点。邱伟剃光头很奇怪吧？助手机夹什么意思？放一个暴君在那边。你的王国名字叫什么？叫做婉婉国。婉婉国。西门会降为替补吗？讲老实话，很有机会，因为乔维这版比西门强，我必须这样讲。摸扣扣了，已经没有人把乔维当外援了吧？他已经不算是个外援，他都把他当自己人。申请了没？没有啊。日常任务。有。完成18次阅读，这么久。来掠夺一下好了，进攻！十二点了，好，这样打完吧，把这个掠夺打完。好像掠夺别人的城堡拿资源吧，我觉得我刚才不应该买资源的，我应该直接掠夺比较好，掠夺拿的比较快，还有好3000多，刚浪费蛮多钱。让我这一打完吧，这很快啊！这游戏应该就是每天解日常任务，解完之后就可以休息了，它不用花太多的时间，就是不用那么累。大致上解完，然后建筑升级完就 OK 了。什么声音？好可爱！我会叮叮叮的，打字的声音也太可爱了吧！我打完这个吧，快打完了。叫土来靠边好不好？等我打完啊，快打完了。谢谢。刚刚掠夺完了是不是 ？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工商到这边哦。明天同一时间11:30到12:00继续工商。好了。舒服多了。
舒服太多了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个东西，弄个东西啊。啊，这画面就超级新海，没有吧？啊，不然怎么叫新海战记？讲屁话。